关了，过关了，过关了，过关了。好，过关来，请问，请问，总算有点可取之处。百大经典的吉他名曲，答案八个字。哇哇，所以 solo 太长也不太好，真的，而且还卡短。最后一句八个字哦，副歌的最后一句。Any time of year, any time of year, you can find it here. You can find it here. You can find it here. 对啊 ，any time of year. 我这样算啊？哦 ，any time 算一个字啊 ？Any time of year, you can find it here. 请看八个字。应该没有问题。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Rock and roll。接下来来一个，哇，我觉得这个最适合今天这个场面，八零年代对唱曲选择吗？好，对吧？好啊，那就。八零年代，哎，好像没有关系吗？哇，他想，反正你不会选他，对啊，反正我可以下去，确定了吗？八零年代对唱曲，好，请看。苏芮、于开平，请跟我来。于台烟、梁志宏，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黄莺莺、钟镇涛，日安我的爱。哦，那日安我的爱谁会唱？你唱，慢慢唱。日安我的爱，最后对对，最后一句是这样。前面不知道。好，既然只会最后一句，那显然你选择的就是第一首了。没有，他唱的是最后一句。没有，我说我会唱啊。你要选日安我的爱吗？我会唱，我会唱。谁会唱日安我的爱？前面小朋友一定不会唱，郭美美太小朋友不会唱。哎，这边只有那位资历最深的。啊，那你那个今天穿还在点头，他还假装不理我们。对呀，哎，好啦，他在记。等一下录完影，把你放在车后面了。你到底要不要唱这首歌？有吗？你会不会唱？对呀，那位我会不会扣分？不会，不会，不会。好，对，你唱错唱对不会影响他。好啊 ，OK， 除非他自己答错了。他才会下台。好，哇，今天穿会唱啊，穿的跟瑶瑶一样。你要不要先唱个爱个抱抱给我们看？哎呀哎呀，来来来，我们就来这首《日安我的爱》，对吗？是。欢迎钟镇涛，1989年的作品。哎呀，哎，你是 rocker， 你这样摇的太可爱了啦，太娘了。是不是有一些醉？心是不是有一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待谁？送你一束黄玫瑰，带着白天的温柔。星空下最晚归的人在试探谁？小弟啊，充满我的世界，你双眼如何清晰，仿佛是一脸。请注意，当美梦醒来，让世界变形。哎，这歌超好听的。当美梦醒来，当世界。只差几个字，小贩就是想不起来。经典对唱曲《日安我的爱》，你知道答案吗？耶！酷爱乐团第三关，范逸臣 and 赵永华合唱《日安我的爱》，但答案就是想不起来。让美梦醒来，让世界变形。哎，这歌超好听的。让美梦醒来。当时间，可是他站在我后面，我一点都没有心情听哎，我就觉得有个保镖站在我后面。可是他现在已经是爱爱龙了，是爱爱龙了，不是？糟糕了，前面好听，可是如果答不出来，再好听也没有用。12个字，你记得几个字？好像你前面几个字有。当美梦醒来，什么美梦？当美梦醒来，当美梦醒来，当。当
一切，当世界重新上演，当世界重新上演，现在字数是对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答案。当你梦醒来，我跟你讲，不啰嗦，你告诉他对还是不对。哎，你在暗示，他在做表情啊。他的暗示相当明显。对，你觉得好不好解决？好解决，好解决。对，比如说是不是一个词还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有错，你看这里面是词的，只有世界跟重新跟上演三个词啊。什么？重新是形容词，上演是动词，我说的是名词。啊！哇塞，那就是虽然不明显，可是已经讲出是哪两个字有问题了。哦，名词有问题。是的，不是动词，也不是形容词。对，来，当什么重新上演？有没有办法想出来？对，我是一切吗？你再给他一点方向好了。对，我就是名词要换名词吗？考虑没有，名词要换成形容词。当重新上演。一切，好，这样，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感谢赵永华同学，谢谢。哇哦，第四关酷爱乐团决定来去台东啦！你若来台东，请你真足看，好可爱哟、哦！出名你去山，也有一支足好山。想不到爱爱龙那么厉害，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温四小天王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要求不高，只希望每次邀你入梦，你不会迟到。要让你知道，你的欢喜悲伤我都想要，因为我最爱看到你甜蜜的微笑，小小的一种需要，不会被谁动摇。来，一定要有副歌。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认识你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怎么又来了个一切、啊？一切，害我觉得是这样。对对，一切是你的致命伤。世界都，一切都变得。认识你真好，然后呢？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来，请看。认识你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姑且不要说这个答案对不对。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对啊，好好听啊！九零年代的歌真的很精彩，舒服。好了，现在回到现实，一切还是世界。一切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确定了。对，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莫志田过了几关了？第五关了哈，畅而优跟那个双人乐团，对啊，双人乐团，双人比较有机会，比较好的机会，对啊，还有里面什么乐团，至少我们还有两个大小哈林啊，都有可以用求救。好，大小哈林是什么？为什么有大小哈林？乐团有一个大哈林跟小哈林，双人乐团了啊，对，请看有没有说中？你看，哎呀，全中，尤克里里 Just for You， 凡尔重唱，杜鹃鸟的黄昏。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这三首应该都有机会吧？无情的啦，最熟的是无情的情书。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1997年的作品。说了是无情，写了个无情，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